让我们数字成语填空，但是每人都要填一次啊。好，好，小梦你先来。12秒。啊，可以。你。一心二用。一心二用是成语吗？啊，算你对吧？是吗？算你对了，别猜大。一清二楚。一清二楚，你们现在给我搞笑了，一清二楚也能算成语啊？好，行，算。一穷二白。哎，对，你的还比较标准。一干二净。哎，这可以。一张二十，我知道。一张二十。一差二错。一差二错，哎，可以啊。下一题。不三不四。不三不四，就是对啊，算你对啊。丢三落四。哎，对。笑什么？忘记了。张三李四。张三李四，你给我搞的。张三李四也算。打我吧。小三该死。小三该死。张三不四。哎，张三不四吗？下一题。一什么？一诺千金。哎，可以，非常标准。哦。你。一诺千丈。一诺千丈，哎，也很标准。你又忘了。没有没有。一十，不是，你别一了，你下去吧。一日千里，哎，很标准。你，我也想说的。那你被别人说了。易烊千玺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你啊。对了，一泻千里。哎，一泻千里可以。这个千言万语，嗯，很标准。小木今天长脑子了，因为他在我前面。千军万马，什么啊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可以，对对对。千头万绪，哎，也可以。千呼万唤，哎，很好。你又不知道，他又被前面说了，你瞧瞧你。千山万水，哎，可以。千秋万代，哎，也可以。下一个。七上八下。小莫，你今天很厉害啊。七嘴八舌，哎，也可以。七横八竖。哎呀，七横八竖，七零八落。哎，对，我帮你一个呗，七上八下，好，下去吧。七七八八，因为你每次跑那么快，打不到你。七拼八凑，七拼八凑，哎，算可以。下一题。三十六计，哇天呀，你今天太聪明了，也可以啊，算你对了。三头六臂也可以，没了吧？三清六顾，哦，三清六顾是什么？这你不知道，你没文化。好，我没文化，对不起。三宫六院，三宫六院，你瞧，你都想什么呢？这有点难了，对你来说。太难了。三比六小。